下一队，就下下嘛，就是下一队他们家。
要走到最后没手感。有什么好研究的？我们这都打字打给你了。那你直接跟我讲，你想要思考哪句？啊？看一下，我说你想要思考的句是不是？不是你，你要自己出的。是不是？看过我拿的画面。
带钢珠啦，嗯，两带钢珠。哦，好厉害耶！
个瞬间的那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快就去打那个三月三的太极。那是谁阿爹的椅子？我爸我的。Thank you.